高登女神补奶粉，唔捞万灵为良心。佢哋会估你时间嚟噶嘛？即系其实佢哋一扫就冇晒啦。一开门啊，即系你会见到一 team 嘅水货客嚟我哋铺头咯。咁即系佢哋系，即系譬如我哋公司系每人限买四罐咁啊，即系规定嘅。咁咧，即系佢哋譬如话头一个人买四罐，咁第二个人会跟住嚟，即系排队卖。咁其实好快已经俾佢哋卖晒啊！唔知佢系边个？佢咪就喺高登出 post， 这都是我辞职不做万宁的原因嘅私打朱古力炒蛋咯。呢、这个 post 一出，劲多人正皮。Salut， 楼主一定好靓女啦。发表文章都系即系有感而发咯。咁其实我冇谂过，即系社会上即系会有网民即系有回响。本来喺马宁做 part time 收银嘅，眼见水货客大批大批扫奶粉，日日被逼交收，间接做咗帮凶，于是佢劈炮唔捞，不停都系嗰几个。咁其实即系有时候即系我会讲话冇咯，即系我觉得奶粉呢啲唔系俾人拎去即系图利或者系拎去炒噶嘛，咁我觉得应该留翻俾即系需要嘅人噶嘛。咁样即系本地妈咪嚟到嘅时候，咁即系如果佢哋买到，即系佢哋会好开心咯。佢仲话，有时为咗跑数，有啲店员仲会卖多个规定嘅四罐奶粉。点解佢哋咁易买到呢？即系某一啲人，但系我就买唔到呢？隔万岁千山，仍愿意四面追风，踏上雪山，可否采到了真正奶粉恰当？横越大峡谷，赤地到荒。水货客嚟买到，我顶多都系讲句冇咯。系啊，就系咁。其实我觉得即系可能即系话我一个人即系所做嘅嘢都好多啊。朱古力炒蛋觉得本地人都炒埋一份更加抵打。香港人都唔去主动去维护翻我哋香港嘅利益啦，同埋我哋自己嘅价值嘅话咧，咁其实我觉得如果我哋都唔去咁样做，咁仲有边个可以即系帮我哋啊？